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北齐啊，笑啥啦？不是啊，你想怎唱唱歌做怀疑人生的感觉？因为你唱唱歌唱歌唱完了，啥啦？是咧讲啥？因为你唱歌足奇怪啊！拜托，我唱歌足准的好不好？我唔是，无我搁唱一条。无啊无啊，你莫搁唱啊啦！天公啊，露水有阿妹啊！哦，这敢是甲过年有关系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无你先开场啦，咱等下来宾奶奶再开门好啦。哼，进来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大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欧北边，欧北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未来小概一挂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书，也够甲观众朋友写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哦，欢迎咱今那里出名人请进门的来宾，朱海军。Hello， 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过年咯，大家好，恭喜发财，新年个快乐哦！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锵锵，你头多是咧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唱啊？搞什么？天空啊，落水哦，哦阿妹啊！喂喂，听众朋友啊，恁看这，乌边呐，啊白边啊白边呐，嘿啦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这，对，咱这海军是客家人，伊要来学台语，真正足厉害，而且伊甲咱拄只唱的歌拢总搁唱一遍的啦。嘿啊，看你会当话无聊才好。歌谣歌歌谣唱起来，歌真正是无共款，完全无共款。所以海军你带人是有啥物讲袂出来，你会使用客家讲吧，紧哦。安尼哦，我来甲你小夸换一个，安尼我都不客气啊。我还尽量用客语讲，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啊，等下人抓抓去，没啦，我来聊你老卡，过年时阵慢的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安尼，咱先请海军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敢好？咱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真欢喜，我是朱海军，会当来到这个这么啊慎重、这么有礼貌、这么啊有水准的台语台，啊，甲这个过年时阵，甲大家空中见面，哦，欢喜诶。豆饼是黑边的啦，嘉宾吼，嘉宾是白边的啦，嘿，啊，我坐伫中央吼，我是车边的。你看起来像主持人哦，啊，我看起来啊，无就啊，今仔这录音的所在吼。是一个会议中心啦，吼，对啊，这个感觉有小可有主席的感觉。啊咧，想要问海军讲，像恁伫伫客家庄啊，啊家己嫁过了过年，你感觉上大的差别是啥物？无同款的时候，伫咧拜拜拜祖先的时阵哦，我伫咧后头厝，客拜祖先嘛，都是拜三生，三生是咩啦讲？三星素果吼，拜安尼啦吼，啊拜一寡客家人的特有的产，特有的特产，就是啥物粿、红菇粿、草啊粿、嘿红粿安尼啊嘿。啊，不过呢，过来阮老公家的时阵，阮老公是一个足道地的，台湾人，所以我已经哎呀，听众朋友听到这么已经想讲要俩讲啊，没啦没啦，过年大家较有时间啦，过年大家有时间，我起码都是变成一个足架杠的台湾新妇，哦随风啦，哦嫁得随风啦，嘿，啊所以啊无同款啦，啊都拜拜时阵都爱。大行都要用煮的，来传饭菜，所以就袂使像原本的粿东西做好。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无，嘿，都要用煮的，嘿。啊，阮婆婆就教我一行一行安怎煮，啊，拜公妈时阵爱煮十二行呐。哦，嘿，哇，恁家传统哦，十二行呢？十二行，我讲台湾新妇啊，我随风代表的。随风新妇就是你本人。哎呀，随风吼都是有寄三明治啊，吼，啊，诶，韩鸡粿啦，嘿，啊，个龙凤腿啦。哦。哦，系啦，都今天都系传统嘅呢，都系练即一寡手炉菜，杀鸡、杀鸡、杀猪吧，哦，会当杀，啥物拢杀，嘿，阿妈杀，囡阿妈杀，我们有警察俩，有警察俩，头一个特别来宾叫我破咧，嗯。有嘛有一个控制袂掉诶，啥物人大声甲伊讲出来？
小弟真少年，什么小人？小，伊真的是一个小人，安尼哦，伊是一个 YouTuber，YouTuber， 对对，啊，伊嘛是小夸，较控制袂掉，会当甲我做好朋友就对啊，应该是会使。啊，我开的是哦，人生就是安尼啦，欢喜就好啊啦，吼。对对对，恁两个放好开啦，不要紧啦。我不提，人生短短安尼。阿舅哥，我们今都开。啊，像讲就是恁客家真过年时阵，讲有啥物禁忌？譬如讲啥物代志袂使做。哦，过年时阵袂使扫涂骹，嘿，哦啊，袂使洗衫，啊袂使晒衫，哎，你讲赶快呢，袂使洗衫，啊那是从诶除夕开始啦吼，十十开始一直到开工，对，袂使扫涂骹，袂安怎，涂骹规个拢太隔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会当扫，啊唔过啊对，对我靠扫起来，扫扫伫个房间，吼，扫伫房间，扫愈内面，你愈趁钱。哦，哎，跟我差不多啦。我阿妈跟我讲的啦。阿哥，我阿妈今嘛做生啦，做生啦，无法考究，无法考究。所以就跟他，哎，别在烧烤卡。阿干在洗身躯，为了每一缸干在洗身躯。哦，阿妈较传统，阿妈都用七星窟的。哦，所以伊缸袂洗，伊袂使用开诶水道水道头的水来洗身躯。伊讲安尼袂使，迄身躯会塞塞呀，健康啊会洗掉。哦，跟阿妈同款呢。哦，所以恁阿妈都无咧洗身躯哦，我阿妈有啦，看迄工啊，迄工啊，迄工。哎，但是我阿妈脚头无好，伊大部分呐用切，对，伊感觉若无垃圾就用切嘞。哦，伊可能三四工才洗一届。啊，过年时阵袂使骂囡仔。哦，对。哦，对对。我嘛袂使骂，袂使拍，袂使骂呢。啊，不过，后来学着一步啦，用写诶，嘿。用下诶，就你讲美金啊，用下，美金来下，你搞我较注意诶哈，别惹我。哦，啊，你唔着迄个囡仔爱捌做字字诶，啊，当然咯，还是你写注音。哎呀，我无啦，我写国字，国字嘿。哦，汉字汉字，我咧看着囡仔已经看有字啊，那无真正，伊都敢那连迄个卖惹我。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安尼，家就是想要问讲，就是客家庄过年敢有啥物一定爱食的？譬如讲，阮都会食冬年菜啊。哦，我爱食花粿，花粿，食地粿，地粿，地粿，菜头粿，就是足侪种粿，啥物粿拢会使。嘿，乌粿，但是乌粿挑，但是我嘛爱食花粿啊、地粿啊，因为阮那个煎地粿有无？地粿来切切，佮用一块番薯啊，两个拉粉啊，落去。阿嬷较早拢爱家己用炊呢。啊，用炊时阵在炊地粿、炊花粿，啊，囡仔哦、孙仔啊，囡仔拢徛伫边啊，啊，拢袂使讲话哦，一讲话拍嘴皮哦，因为惊讲囡仔会学白讲话，讲歹听话，讲无好听的话。哦，所以炊粿时阵拢爱就是拢保持好呀，保持好诶，迄是一年当中上重要日子，就是炊粿时，阿嬷咧炊粿时阵，阿嬷的粿。该是一条歌。哦，安尼想要海军，你敢不知讲你今日来，佮要创啥无？你敢不知？食粿，无食粿啦！啊，你要食粿？食粿，食粿，过年袂使食粿啦！哪有人咧？过年时阵叫人食粿啊？过年个食粿唔是无好诶吗？脾气粿啊，对啦，食粿。平常时咱咧讲食粿是唔是好代志？系啦，唔是好代志啦。对啦，无啦。冬年菜嘛，哦，对，冬年菜啊。啊个有鱼啊。哦，啊鱼啊，佫袂使食完，对，佫袂使变，佫袂使变扁，对，佫食猪肉，哦，你真是水风好媳妇，台湾好媳妇，水风代表。你今日来，我就是要教你一寡，就是台语过年俗语，教啥物？你较好听话，你要教啥？你要教啥？就邀你，较好听话。啊，等下无你卡你买，那跟我分享一寡恁客家哦，过年客家话交流，对，咱就是。这是规个节目拢一定爱用台语讲，对，基本上是安尼啦。好，你也使用客家，两点钟啊，其实才十分钟。哎呦喂啊，好，我来。做学生，对，啊，后边甲北边来教我，对，啊，等下换你做 K 歌老师，啊，我来做学生，啊，我无甲你教足困难的，拜托你等下小可帮我刷下，莫搞我教下，教家就好，对，小教者就好，好，啊，咱先来教你正月调，正月调，对，正月调，客家歌嘛有呢，客家歌嘛有，嘿，较传统诶，民谣，
民谣哦，给我带来点点那种感官。有可能啊，我听看嘛呀，看会晓无？试看嘛呀，来哟、哦，初一早，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二早。初三睏个饱，初三睏个饱，初四接神，初四接神，初五嫁开，初五嫁开，对，嫁开是嫁翁要嫁开哦，不是哦，嫁衫要嫁开，也是隔离要嫁开安尼啊，就是到过年之间已经嫁开，要过正常的，要开工啊啦，对啦对啦，要收心啦啦收心啦啦，吼，初五嫁开，好，初六也肥。初六夜肥是吃好肥，不是就是就是初五过开已经到过年分开了对不？啊，初六就开工啊，开工就使报省啊。哎，哦，施施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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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好好啊。初七的，初七七元，初七七元是元神要回来啊。七元是一种节日，七元是一种节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无了解话，即马网络加方便，你会使用网络吼，找看卖啊。初七七元，好啊，初八，初八完全，初八就完全好哩哩咯。初九，咱要做啥物呢？这我嘛知，就是天公生咯。奇怪，你伊毋是来学台剧那边的？好啊，初十，初十做主持节目。初十，咱要做啥物呢？食食。都会使食物件，哎，车站就是红车对不？就是红车，车站对不？车站。听众朋友，你那是怎样？车站拜完天公，做这物件通好食。刚是安尼，你会使写批来甲乌边白边讲哦吼。好，十一啊，够十一号。十一请竞赛，十一不是车里哦，车里凹头数，车怎么囝？对，啊十一有的人是十一的请竞赛。哦，十一的请竞赛。对，啊够不？十二，查某囝回来吃阿嬷仔配挂菜，是不是小夸难？较长哦，咱拄十二查某囝。好，十二查某囝回来吃阿嬷仔配挂菜。阿嬷，十二查某囝回来吃阿嬷仔配挂菜。挂菜。你就想要吃粿对，煮都这个字都是粿，挂菜十二哦，配挂菜，吃阿嬷配挂菜，所以有一条歌叫做《六月挂菜皆有心》，嘿唔对诶，嘿是十二，就是过年啦，过年挂菜是过年咧食诶，对，啊，甲迄六月无关系啦吼，六月就是咧讲，这都唔是挂菜，哦，感情的代志，所以就是挂菜，这也是跟你讲啊，六月阵咧挂菜还袂发好。啊，伊内底就是空的，哦，皆有心啦，对，所以两句心。嘿，爱过年的十二，迄天查某囝回来时阵，食暗糜配挂菜，对，十三关老爷西，对，啊，袂了，关老爷吼，关老爷西，你念几？十三关老爷西，对，十四月光，十四月光，十五是元宵梅。十五是元宵梅，元宵节糕啊！其实海军你念到最后呢，因为你的十哦，有的人的迄个十，你敢听出来？有的人拢会念十，但是你的迄个十，你的迄个坡有出来。代表我无乌白甲阮妈妈开机，嘿，我较早学唱歌时阵吼，妈妈是用标花啊去给我学唱歌哦，所以有人来甲你教台语。有啊，我有老师，我有歌唱启蒙老师，对。妈妈，你有听到我的直播不？你有感动跟老爸晒？海军无猜你的字，无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无啊。哦，安尼个客语的跟我无同款。客语哦，客语其实有足侪歇后语的啦，一挂老话吼，较古仔话，啊，唔过咱这辈吼，较无去学着。对，嘿，啊，唔过定迄要过年时阵，阿妈都一定会提起讲。你娘家共好花，过年欢欢喜喜春太前。嗯，过年共好花，欢欢喜喜赚大钱。对，恭喜太发财的意思就是恭喜大发财的意思。哦，恭喜大发财。就是你娘家，你娘家就是娘家，我们要咱今麦都要过年啊啦，不是你去人的厝啦，你去人的厝要做嘛啦？
我拄则嘛是想讲，你忙啊，你年假，这就是吼，我头拄啊在听台语、学台语的时阵，赶快来分享，打啦打啦打啦，所以咱两个咧分享啊，你台语不啥啥，我客气不啥啥，咱就是互相问问题啊。啊，其实足趣味。啊，过年阵听种朋友想讲奇怪，真的，这三块唔知你创啥？跟调频，跟调频，啊，够未使调频，因为咱podcast刚一边。跳对，其他拢派去啊，其他拢派去啊。但是像恁客家真个安尼，就是初一拢啊就早就起床，啊初三就使困个饱。哦，我阿妈初一四点半就起来，那早，嘿啊，伊讲天啊未光都要起来啊，嘿啊，嘿啊，啊初三个才困个饱。我迄种公司，所以恁过年，我袂使除夕要安怎讲？围炉没？围炉梅吼，十三啦，拢讲十三啦，三十，二到三十，迄一天开始，都一直要熬夜，叫囡仔拢要熬夜，都要困，守岁，嗯，阮做你即摆一定在跟我笑，无要紧，因捌看过我遮尔啊无做诶。听众朋友啊，海军这做高水的，啊，因助理嘛做高水，因助理拄则拿车拿伫遐蒙下头，想讲系啊，伊去叫遐海军较收咧。我常常知影讲助理的辛苦啊，哎，助理便当咱加一条互伊啦。啊，毋过伊感觉我今仔足熬的，会当讲甲遮久，我看卖即马过偌久。